是李京，我是曹氏风筝的传承人。一小玩风筝到现在已经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。说起玩风筝呢，这么多年带给我的有快乐，也有心酸。风筝这个起源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了，咱们早在咱们先秦的史籍中就有记载，发展到了清代。我国著名的这个文学巨匠曹雪芹，哎，为了救助他的一个好朋友叫于景莲，帮助他度过生活中的难关，就开始教他做风筝。因为这个于景莲是残疾人，所以曹雪芹通过这件事情以后呢，他突然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说要写一部书，就写一部有关残疾人的书，让那些有肺疾而无告的人通过一门手艺来以逸自养。所以这就曹雪芹写了一部书叫《肺疫斋集稿》，其中第二卷叫《南药北渊考工制》。他把中国的风筝呢，从这个制作方法上分成了43种，并用歌诀的形式加以体现，这就是曹氏风筝的由来。中国风筝说简复杂也复杂，要说简单也简单，基本是以这个南方的大毛竹为主，因为那个这个竹子可以随着我们的这个要求刮削成，比如现在这个我手里这个风很细，这个各种的造型，包括后面的龙头，都是用竹子作为风筝的骨架。当然画面呢，这个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呢，也有很多现在吸收了很多新型的材料，比如说胡风筝，我们就不会像以前在用吊胶了，我们现在就基本上用乳胶，因为它比较干净而且比较方便。像那个彩绘呢也不像以前了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风筝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，它风筝也在发展。以前说扎胡绘放是风筝的四门功课，其中呢要说制作来说呢，就扎胡绘三项。我首先来讲是喜欢，如果我刚才说了，如果你不喜欢，你很难坚持这个工作。说到传承呢，实际我的传承是比较心酸的一个历程，因为一小这个你不好好学习，你就光喜欢这个传统玩具、传统风筝来讲，按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来说，包括现在也一样，我也有子女，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不务正业。你如果没有爱好，那你就没有这个传承了，因为你坚持不下来。我这么多年坚持，一个是首先来讲啊，先是说是家庭给我带来的环境，我父母就很支持，所以这种传承首先来讲先必须要有家人的支持，家人的理解。因为在学徒和你喜欢的这个过程中，你不单是不挣钱，而且要花钱，而且家里是事事都指不上你的这种情况。再有就是你能不能真正的找到一个合适的师傅能够带你。带徒弟不光是从这个手艺上带，因为这个师傅的他的传承，人家是传承有序的。我刚才说过了，人不是随便的收一个徒弟，人家把这么几十年甚至人家上百年那种传承的经验，人家交传授给你了，这个需要师傅对你有一个考验。如果师傅不带你，你可能会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这个学习过程。做风筝这么多年，对于我来讲，不算是感悟，是可以说是我师爷对我们这些徒子徒孙的一个教诲，就是踏踏实实学艺，认认真真做人。这就是我这么多年的，可以说自己遵循的一个目标吧。